真好笑啊！袂晓今日就十是，几个哦，今日十五个人哦。听歌较好啦，啊，那听歌吼，好啦。我头先去看迄、那个，食咱了，转去困一晡了咯，困起来了咯。啊，好啦，那出来看休息咯。休息啊，无变，你无休息袂好诶。是啦，是啦。你七早八早就出门啊 ？Hello， 大家下午好。下午好。好。今天我们就是又见面了，又到了每周的星期四，一个礼拜又过了，时间过好快。就跟大家说声嗨。是的。Hello，Hello。好，同样的啦，我们就是带来歌曲给你们，然后如果你们有想要点歌的话，都可以让我们知道，好不好？好。那首先呢，要带来一首歌曲给大家，然后这首歌呢叫做《巧合》，那会唱给我们一起来。这首歌还蛮短的，它不是一首非常长的歌，是不是？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凤飞飞的一首歌曲，帽子歌后凤飞飞的歌，对。是的，他们以前好多很好听的歌曲，那我们都尽量可以在表演的时候带来给大家，就尽量了，好不好？是。接下来呢？昨天还是前天呢？我们就在网上就看到一则消息，就是那个刘文正嘛，就是我们今天他们说他就是有不好的消息，其实是假的，假的，对，是假的，因为今天我又看到最新的，真的吗？因为他其实是假的，对，假的，我觉得我很关心，因为其实小时候我有看到刘文正大哥，他真的年轻的时候是很帅的，他不会输给就是郭富城啊，还是甚至是周杰伦。然后过后他算是一个传奇的巨星，因为他退隐的时候，对不对？根本没有人有他的消息。那其实这么多年来，每一年几乎都会有人传他的这些假消息啊，就是为了要勾，就是把他引出来，说出来，但是他是不会管你的。所以其实
啊，无风就是不起浪，但是这个浪其实是假的。那我今天发现是假的时候，我其实蛮开心的啦。哦，然后就发现，哎，今天我们来到 Silver Creek， 其实可以跟大家就是聊一聊，跟分享这个小小的讯息。是的，是的，哦，原来是讲，我还好你有说，因为我昨天也是有看到，我还以为是真的。是。所以哦 ，Anyway， 我不知道那个 Facebook 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 Silver Creek 的工作人员，就是 Facebook 现在好像还没有在线上。所以可能要帮忙看一下好不好，可以吗？然后如果有的话也让我们知道，这样子我们可以跟 Facebook 朋友们可以来聊聊天，对，好不好？好、okay. 那上个星期也是有说到，就是巫启贤巫大哥又来了，又来了，他就是开了演唱会嘛，但我们有唱了一些歌，然后上个礼拜有欠你们一首歌，应该是雷昏点上来的《红尘来去一场梦》，是不是？对对，今天希望我把这首歌带来，然后希望就是会唱得不错啦哈。秋来四季红虫，留不住又何必眷恋残红，红尘来来去呀去都是一场梦，红尘来呀来去呀去也空，日落向西来月向东，真情难免满无情动，红尘来呀来去呀去也空，空中楼阁青云中，谁不追逐寻梦，浮客一朝转眼无踪，留不住又何必苦苦争锋，红尘来呀来去呀去都是一场梦，红尘来呀来去呀去也空，日落向西来月向东，真情难免满无情动，红尘来呀来去呀去也空，红尘来呀来去呀去也空，日落向西来月向东，真情难填满无情动，红尘来呀来去呀去也空，红尘来呀来去呀去都是一场梦，红尘来呀来去呀去也空，日落向西来月向东，真情难填满无情动，红尘来呀来去呀去也空，
红尘来也来，去也去也空。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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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红尘来去一场梦，好听。自己唱自己说，没有，就那个旋律其实、啊、就 有让我回忆当年这样、哦、好像回忆什么样的，好像念书吧，念书在听这个歌、当然因为念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听、那个收音机，然后我们就会好像比方说要做功课啊考试、因为我、就是在读书跟年轻的时候我都是听流行歌曲、真的吗？人笑吧，婚娘。你已经暴露年龄了。不要紧啦，暴露年龄就暴露年龄嘛，因为我们今天来就是分享嘛。所以你今天，你今天读书的时候是点那个蜡烛这样？没有点蜡烛啦，啊、有钱还电费好不好、啊有？但是我们看电视哈、啊，是去联络所看，每个人挤、oh ，没有啦，自己带椅子去的。假的啦，我是知道。那个我妈有说过这个，所以我、对你跟我妈是一个年代的。不是不是不是啊，这个不好说哈。好笑耶，还蛮好笑。 OK OK、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歌曲啦，然后呢想要带来那个张惠妹的一首歌送上给大家，这首歌叫做人质、会唱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同样呢如果大家有想听什么歌还是可以、写在那个、留言板那边好不好，我们都会在、就是一边唱歌一边会检查那个有没有人写留言好吗，就把这首歌送上给大家，会唱一起来，等同时间、大家如果不会唱没关系，可以挥挥手就好啊。Thank you.
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一首认知，谢谢。是，这首歌是那个2006年的一首歌曲，然后把它送上给大家。如果没听过的话，介绍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然后呢，我看那个留言板是暂时没有朋友们点歌，所以如果你有的话，让我们知道好吗？接下来，请问 ，OK， 因为刚才我们有说到刘文正刘大哥，对不对？是。好，然后我就看他的歌，应该我只会我会啦，但是因为要用钢琴跟或者是吉他弹跟唱，好像只有这一首。OK， 所以这一首让我看看一下啊，好，我就唱了，唱了你们知道。好，其实半假装，我气得快发慌。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虽然我是个穷光蛋，人又长得不怎么样，但是你要想一想，看看自己的长相。阿妹不要再彷徨，少年的青春短，今天你不要倔强，快做我的新娘。虽然我没汽车洋房，吃的粗茶又淡饭，只要你陪我作伴，白里白白又胖胖。阿妹即使扮假装，我急得快发狂。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虽然我是个穷光蛋，人又长得不怎么样，但是你要想一想，看看自己的长相。阿妹不要再彷徨，少年的青春短，今天你不要倔强，快做我的新娘。虽然我没汽车洋房，吃的粗茶又淡饭，只要你陪我作伴，白里白白又胖胖。只要你陪我作伴，抱你白白又胖胖。Ready？ 耶，哈，这很好啊。其实它是一个承诺，就是你跟我在一起，对，我就为你的白白胖胖。为什么他会讲到他的长相？我一直在尽量读那个歌词。你是说歌词吗？让我帮你分解一下。好，没有问题。来，首先这首歌我们怎么分解呢？它是来自1980年，非常好啊，没有离我很远哈。没有离你很远 ，OK。然后呢？词曲是同一个人，叫曾炳文 ，OK。所以他说长相在哪里哈？我主要只是看那个。看长相啊？你是看？他说怎么只要看你要看你的长相？我在想他是在骂他吗？他是在酸他，他讲你要看你自己的长相。可能当时哈，这个就是还是要问当事人哈。但是因为他跑去躲了，这个、有点远，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问他。他算是一个趣味性的歌曲啦，哈，就是你看他的用的歌词白白胖胖，他觉得很可爱的方式。我们的那个 Soundman， 你是有要跟我们说什么吗？好了，是吗？我们很好，我们的 Facebook 是可以跟大家OK 还不错，我们还有一个半个小时可以。跟大家聊天是不错啦，所以刚才唱的那首歌就是我们的阿美哈。是，好，那接下来呢，想挑战一首赵咏华的一首歌曲我没有怎么唱过，但是想试试看一首《最浪漫的事》送上给大家。那会唱的话可以一起来那边。
然后Facebook 好像还没上嘞，没有嘞，我刚刚看的没有嘞，所以可能帮我检查一下吧，这样我们可以帮人家帮忙分享出去，好不好？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在 Facebook 了，那 Facebook 的朋友们，大家好 ，Hello， 是的，抱歉让大家久等了。对，刚才可能有一点那个技术上的一些小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才刚刚上线，好不好？但是呢，我们还有大概半个小时的那个时间，所以大家想听什么歌还是可以点上来，好吗？想听《南屏晚钟》。南屏晚钟，好好，让我看一下有没有办法安排哈。谢谢。
好的，不客气。其实对啦，你们点歌啊，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互动，所以我们只是唯一的担心是，哇，真的我们不会的话，就需要时间去安排。是的，然后那个 Facebook 的朋友，Tony 大哥，有留言一些那个刘文正大哥的一些歌曲，啊，谢谢你，让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如果有还会的话，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带来给你，因为刚才呢，其实我们已经带来了一首那个刘文正大哥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呢，我们有朋友点上来歌曲，所以我们要带来就是我南屏晚钟，送上给你们。然后呢 ，Facebook 朋友们可以的话，也可以帮我们把这个影片就是分享出去，好不好？帮我们 share。好，那我们就试试看这首歌，因为 好像没有怎么唱过，那个、可以试试看这首歌对不对？是我认识他，但是他不认识我啊。真的真的真的话就是这样说 OK， 但是应该可以试一试 OK， 如果有唱不好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他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他的行踪，只听到那平晚钟。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吹呀吹醒我相思梦，它吹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等一下，不要再问我歌词啊！人家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要了解嘛，这是歌曲、因为他不认识我，所以我很难跟你解释。好的，好，对不起，抱歉。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吹呀吹醒我相思梦，它吹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你可能这个这首歌可以问的是，为什么你会在丛丛森林呢？所以你要走出来。重点是南屏晚钟是什么？有没有观众朋友可以告诉我们南屏晚钟是不是一个景点还是一个东西？还是它是在南屏的一个钟？应该在不是在中国就是在台湾吧？我真的不知道，我是认真的在问这个问题，好不好 ？OK， 然后那个 Tony 大哥也帮我们点上了很多歌。我知道 Tony 大哥就在 Facebook 都会给我们很多歌曲，一系列的歌曲。是不好意思，因为有一些我们会的歌呢，可能那个钢琴或一把吉他会有一点难唱，他点上了那种好像苏芮的歌曲，对，苏芮的歌曲，对，还有那个唱一点点一样的月光，你确定吗？唱 acoustic 版本，你知道 unplug 那种比较 chill 的。哦，好啊，好啊，好啊，可以啊，我们改一点点好了喽，好吧，见好就收，见好就收哈，就是你，因为有些跟他们
如果很多乐器有鼓啊，有贝斯，有电吉他，他们就可以重复，然后他们有很多层次的感觉。是是是是是 是, 是、啊、那个旋律这样唱，你就抓我们临场来的那个 feel。好好好好好好，我真的第一次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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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试试看了啊。反正因为托尼大哥点上了很多歌，我们都尽量我们带来一点不一样的版本，那个酒干倘卖无送上给你们，好吗？试试看了哦。我们真的是没有就是这样子两个人这样子唱，多数的时间我们都是跟我们其他的乐手朋友一起表演的，所以这首歌第一次唱这样所谓的 unplug， 中文叫什么？中文叫做无插点，无插点的版本，好不好？所以试试看了哈，没关系了，我就大概唱一下 ，OK， 好来。你要唱前面吗？酒干倘卖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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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不错，可以了哈，哎，很好哎，这个很帅嘞，这个如果我没有记错，我真的很小，不是说我年纪大，没有人在讲你年纪，它是一部电影，你知道吗？而且我记得那个电影是哭的，然后搭错车，我是看我妈妈看，然后我妈妈哭了，我看到我妈妈哭，我哭，给这个是一个连贯性的一个很亲的东西，然后你们明白吗？就你看到人家哭。他哭的那个东西你不知道吧？你看他哭，你跟着哭。对对对，没有这个，其实我们本地的一个就是舞台剧，舞台剧的，他们其实有翻就是这个《大错车》这部电影，然后呢把它变成舞台剧，所以其实我也因为这样子，我大概知道这首歌曲。哦、你因为你。就是你年轻啦，对不对？你听的版本可能诠释的是叮当，就是那个没有啦，我真的是听苏芮的。哦，你有听苏芮？我在比赛的时候，我本来想要选这首歌来唱，因为那个舞台剧的是叮当表演的。哦，不是，我是听苏芮的版本。苏芮版本，对他，我忘记他有没有演，可是我很清楚的记得以前那部电影《搭错车》是1982年嘞，他是他的一个人物叫徐不了，徐不了应该是他的演员，对不对？哦。不知道大家啊，是徐不了吗？是吗？是吗？好像你是说主角啊？演员啊，其中一个。演员应该不是徐不了吧？男主角是他父亲啊，哑巴，他的养父来的。哦 ，OK，OK。他的养大。好，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去看网上可不可以考？我想就是去看一下。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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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他，我隐隐约约有印象，但是我完全不记得是什么。我比较有印象的是比较多是在港剧啦，你知道吗？新不了情之类的。是。然后我还记得新不了情就是刘青云嘛，刘青云跟那个袁咏仪，他们最后一幕就在山上，袁咏仪坐着轮椅，然后那个我因为我开始懂事了，你懂吗？懂事。青春的时候哇，就开始知道什么叫感情啊，感情啊，然后就会哭啊。了解了解了解。好，那我们既然都说到新不了情了，就干脆你要唱新不了情是不是？就因为我唱的更新，我是新不了情。
没有啦，真的是哦，这个人哦，他自己泼自己哦，是另一个 level 的、欸。什么泼？我是自己把自己抬到一个，你知道，明明就是活在那个比较久一点年代，硬硬要说自己是新星不了情。等一下，这首歌也是好听的，好听对不对？非常好听。好，所以你 不要弄我笑，我要培养， okay, okay, 我要酝酿那个情绪。我没有要弄你笑，好好，来来来，我们认真，我们认真。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谁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谁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回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什么东西？
系，你刚刚自己讲说不要搞笑，然后你自己去模仿张学友是什么情况？ Hello， 我有模仿张学友吗？我讲说，哎，你不要弄我笑，没有没有，但是我那个是我正常的声音才怪、啊，你讲话都不像张学友，还跟我正常的声音。张学友怎么讲话？我不知道、欸。大家好，我还是张学友。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是是。Too much, 好好。哎，但是啊，言归正传，那个歌真的是很啊，这么多年听那个歌还是很厉害。让我看一下是谁写的。Anyway，、啊、那个 Chris， 我们的朋友 ，Hello。Hi Chris。他 send 这个拍手，他在线上。真的。Thank you。谢谢你们每个星期四都陪着我们。是然后啊，对咯，是。然后啊，刚才说到，我们有时候其实除了就演唱，我们也会去分享啦。比方说《新不了情》就比较新。它是1993年的一首歌曲，是也是来自一首电影的歌。那后、嗯、在过后那首歌发行过后，其实很多人翻唱，包括了萧敬腾啊、嗯、等等啊。然后啊、作曲的其实是包比达，就是达明一派的其中一个成员。是谁啊？你去谷歌看他的脸，有时候他会在电影里面就是啊演一些比较搞怪的一些角色。哦，矮矮的，了解了啊。哦、我还真的不知道哎，所以、嗯、还有作词是黄玉，就我不知道是谁啦。因为就比方说，如果很出名的歌手，他们有作曲，这首歌他写，我们就有时候会有共鸣，知道他是谁。是。好，我们大概还有多三首歌的时间，那我接下来想要带来一首张宇的歌曲，然后这首呢是那个歌名叫做《趁早》，那就把它送上给大家。会唱的话可以一起来。同样的 ，Facebook 朋友们，你们好，也谢谢大家，就是给我们很多那些点赞啊。然后如果有想听歌，也可以让我们知道。就算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好。
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我可以不问感觉，继续为爱讨好，冷眼的看着你的骄傲。若友情太难了，想别离要趁早，就算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好。一首趁早，非常好听，好听，经典的歌曲送完给大家。然后，我很喜欢张宇，因为我觉得你讲经典，然后我在想，你的经典跟我的经典，可能啊，有些观众朋友的经典都是不一样，但是经典就是经典，对不对？我们最近在问这个问题，经典跟长青那个 evergreen 跟 classic 是吗？啊，对对对，跟长青的那个差别是什么？所以我们就说，长青就是真的是很久以前的歌。经典就是大家都比较会，好像甜蜜蜜它是长青，但是它也是经典。哦，对对 ，OK， 对，大概是这样。其实它就很模糊了，可能是我们，可能是我了，我的语言不好。不是不是，对我来说，可能经典是旧的歌，但是到现在还有人在唱，就是红，一直红到现在。比方说《月亮代表我的心》，可是你问我长青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情谊，怎么能忘记？我老实说，我还真的不懂。你怎么会这样冷静？群群的旧离去。我觉得很厉害嘞，没有，因为这个是王清源大哥嘞，他是新加坡的那个资深的歌手。其实我就是有机会看过他表演。然后就他当时的那个抖音啊，如果人家林俊杰是行走的 CD 哈，长青，你是新加坡的那个行走的 karaoke machine 哎，因为你什么歌都会嘞，你厉害嘞。我知道，告诉你，我知道我今天戴帽子，但是不是高帽。哦，你这样我会很有压力。帽子歌王，我喜欢凤飞飞，很漂亮。她我们知道，你可以不要，你知道想太多。不是因为他们，我觉得以前的。明星他们可能就是红了过后，或者他们比方说过世过后，对不对？他们一直有那个印象，是因为他们处理他们是明星这件事，他们照顾他们的歌迷，他们都真的是想得很周到。他们是，对我来说，就是他们是人上人还是人中人？可能这个是一个价值观。是啦，就比方说大家如果有印象凤飞飞帽子歌后嘛，他其实生病的时候他就不要露面，他不要让人家看到他就是比较脆弱的那一面，他一直留着，就是很正面。说他传达的那个讯息到现在还深深的感染着我。哇，是上帝人的这样。OK 感染到我。可以，然后感染到你之后 OK 可以聊，我知道。你已经把凤飞飞放到哇，真的是神台上面这样子。一定。对，所以那现在重点是你要唱凤飞飞的歌吗？啊，不，我本来想问你，你要不要唱张学友的歌？因为你好像有朋友点嘛，我想唱简单，尽量可以。我可以念给你听，如果你要的话。但是真的很还有 Zoom 的朋友，你们有想听什么歌吗？如比方说，有吗？刚才那个唱的那首张宇的，其实张宇还有另外一首歌也是很好听的。哪一首？月亮惹的祸。哦，月亮人，好，是你是有意思就是点上来让我演唱吗？对的。哎呀，因为我谢谢 ，Thank you， 没问题，好，月亮惹的祸，好，我会。那个歌我比《南屏晚钟》还熟。好听，经典的经典，这个真的是经典。是的。好了 ，Anyway， 我们那个 Facebook 就是可能今天真的有点问题，所以他刚刚就是已经没有在直播，所以我们就他就 Say goodbye， 对 ，Say goodbye， 我们不要讲了 ，Facebook， 没事，至少我们Zoom 的那个大哥大姐们都还在这里，谢谢你们。你们知道 Facebook 中文念什么吗？很多人叫脸书，对不对？对。我可以讲吗 ？OK， 开个玩笑，大家不要太介意我讲的字。也有另外一个读法，它叫 Facebook 面部，不是，它叫 Facebook，Facebook。哎呦，你看他们读吗 ？Facebook，
知道有时候台湾人、不一定是台湾人，有些念英文他们就非死不可。大哥大姐，你们不要太认真听他讲的废话，他十句里面有八句是废话。没有，可是另外两句真正叫我们要重新考虑要不要听。脸书、嗯、可以是可以，好，脸书这位朋友，你可以唱一下月亮惹的祸好不好？我已经惹祸了，我非死不可了。我差点跟你讲，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天哪，我在想什么？好，我们带来这首张宇的歌曲，1998年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送上给大家。然后，我没有听过他唱这首歌，所以今天 Silver Click 真的让我们很多机会可以听到对方很少唱的歌。因为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多位朋友是一起唱歌的，所以我们三个人一起唱。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个 Silver Click 我们两个而已，所以我们都尽可能带来不一样我们平时不唱的歌曲送来给大家。带来这首好，月亮惹的祸哈，千万不要惹祸哈。都是你的错，轻易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震动、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是倘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自容。都是你的错，轻易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震动、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是倘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自容。怎样的情深意动，会让两个人那一生当承诺？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是倘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自容。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是倘如蜜说来最动人，在什么心如钢铁也缠绕自容，在什么心如钢铁也缠绕自容。会不会很吵？不
不会啦，这首歌本来就是这样。我很怕嘞，我很担心啊，因为我们一直觉得 Silver Creek 哈，有时候就是在啊，比较唱的比较柔一点的歌曲。Peaceful, 因为星期四下午哈，也没有可能要这样激动，但是。是啊，还好有你们告诉我们你们喜欢听的歌啦。那其实我们可以很 hot 的，你不很 hot 哦。哎，我也是想要很 hot 嘞，因为我是那种可以，你知道吗？比方说有潮门的歌，我可以这样加加的。哇，潮门好啊，潮门的歌也是好听，潮门歌也是好听啊。好，所以那些啊，下次唱潮门的。好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你们如果一直心里有想要听的歌，可是你们就是说，哎呀，不要紧啊，不要让我们为难，你们不用担心，你们要跟我们聊天，因为我觉得这样那个互动越多啊，我们就觉得比较好玩，好不好？是。那其实时间够一够，我们是其实已经结束今天下午的表演，但是因为有一位朋友呢，他点了这首歌，点了很多次，那可能唱一小段好不好？好的。因为我老实说我没有怎么唱过这首歌，但是你点上了一首阿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您严重了，怎样？你唱阿妹的歌都很好听。没有，不要这样说。我听过你全部阿妹的歌都是 good。大家，你们记得他在台上才是这样子称赞我，好不好？好吧，我们试试看 A 好不好？因为我没有真的唱过，我们唱一小段给他了，然后下一次呢，我再把这首歌练熟一点，然后再带给你，好吧？整首 OK， 我们就唱一点点，然后呢就结束今天下午的表演 ，OK。来，我看我老师说我这边 ，OK， 来吧。我知道这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我只有不停的要。要到你想逃，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虚荣也好，贪心也好，那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傻。喜欢这首歌曲，下一次好，我答应一定带整首歌给你们，好不好？好，谢谢。然后呢，这也是今天下午的最后一首歌曲。然后再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燕化，我是 Ashton， OK， 是的，我已经记住了，你们可以很 hot， 你们可以很 hot， 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就带来那个草蜢的歌曲给你们，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啦，那我们下个星期四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见，谢谢大姐们，拜拜。拜拜，爱心，爱心，拜拜。OK， 这个是那个今天的那个 QR code， 你们可以scan 一下哈。OK， 好，谢谢 ，scan 好了，谢谢。Hello Gary。Sorry， 你们看得到那个 QR code 吗？可以看得到，看得到。OK， 谢谢。Tomorrow morning 啊，他们没有讲有 receive 我们的 point 呢。So many days already, I try.
我们 scan 你的 code 啦、啊，但是可以过啊。但是 tomorrow morning 他们以前有 inform 我们看，我们的班已经拿到了，但是有几天啊没有拿到嘞，不知道做什么。不懂是不是 QR code 有一些问题啦？不是咯，你叫我们 scan 哦 ，scan 了可以过了，但是last time every morning we got a notice from them, then our QR code is over.But nowadays got many days already cannot go over leh. By right should be okay if the thing goes through lah. 他不是 Gary, 他是另外一个帅哥。我是那个、那个 Jimmy 啦 ，Jimmy 啊。但是我们先聊哈。我们 scan 了也是不可以过嘞。啊 ，OK， 我不用急，我帮你 feedback 给 Gary 一下了哈。啊，好，因为我们每天 scan 没有作用嘞。OK， 这个我跟他留意一下。OK， 谢谢你们的 feedback 哈。有。OK， 我们 scan 了可以过，全部人好了没有 ？Tomorrow morning 没有。好了 ，scan 了没有？全部。啊 ，scan 了让我知道啊，那些还没有做的，我再给你们多一点时间啦，哈。不是你 scan 了没有作用的 ，tomorrow morning 哈，他们没有通知我们的东西已经过账了。不要紧了 ，we still try 了 ，we still try。啊，我这个我跟跟 Gary feedback 一下，好，可以吗？讲要 check。OK， 我跟 Gary feedback 哦，因为今天 Gary 不在，哦。Yeah, thank you so much. Yeah, so many days already. Yeah. OK, thank you. OK， bye bye. 好，我 stop share 啊，OK， 拜拜。